84。工资满足。满足。嗯。二十。二十。宽体。二十。有。Long axis. 三十二。I E 角度。I E angle. 六。Six.二十二。22。二十二。二一长度三。你怎么量的？大概红色部分大概是一半。你用什么量的？这个不用量，大概。红色线的一半，红色线的一半。IE arc length is half of this red part. It's about three. 这是你需要的长度，你需要这个部分。绿色的，绿色的你一般的话比这个三十二一半的再减个两个，应该是四吧，差不多。三。这个一除以二，然后再少一点的，大概十四。R2 part length is a green part length, half of green part length. It's about. 四吧，十四差不多，十四。14。真的真的。Then create a key. 这个必须要就是。机会等于有是吧？啊？机会等于有是吧？现在不是精细的啦。我们龙也可以啊。好 ，OK。This part quickly must be 90.然后保存数据呢？保存，看这一个，这个，这个是零，那你型号，我改成1、2、3，1、2、3，OK，保存。调出来，怎么调出来？刚刚保存那个。第一组。嗯。读取。这里面是没有的。嗯。好。挂个字。看看你。读取。一二三四。